整件是走冰凉，然后深色我觉得看起来会再纤细一些，然后腿会再瘦一点这样。然后你要扣起来也可以，然后它很可爱的是它的扣子是这种经典的三角扣哦，蓝色的。好，它是这样一朵一朵的树叶爱心。好，然后它是深蓝色哦，所以它不是黑的哦，它不是黑的哦。我来比一下，来，右手边的小背心是黑色，我身上穿的是深蓝色，所以呢它其实是不一样颜色的哦。好，这一套是我很喜欢的，而且我已经穿出门过，就这样子搭了。然后或者是你想当上衣，好，然后把它扎进去这样，这样也很可爱。然后因为我呢喜欢小性感，所以我通常都还是会微拉一下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一件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，然后整个都是高弹力的哦， SML 菜哦，不分任何的尺寸哦。好，这个呢这一次呢是选用这种小爱心，一朵一朵的爱心，然后一样是冰凉针织，洞很大的，你可以扣起来当上衣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开开的当开襟式的部分。